2021年8月22日，这是我第七次来龙洞拍游准。其实本来要来顺便拍日出的，应该更早出门，但是还是有点懒。我到龙洞停车场的时候已经早上5:30了，太阳已经出来了，我就在那边等游准飞起来，看着游准飞了好几趟，然后就飞出去觅食，又拍一小段缩时摄影。我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把龙洞游准影片处理完了，接下来要处理酋长岩的影片。我现在一个礼拜播2支游准的影片，礼拜五跟礼拜六。不过龙洞游准影片我应该还不会太早播出来，今年是雏鸟不见，有一年是雏鸟摔下去。我想等育雏成功以后比较安定一点再来公开。像我这种去拍鸟的干扰就会比较少。其实龙洞甲湾步道假日游客其实也都很多，应该影响不大才对，都在那边好几年了。而且拍游准去酋长岩拍就很好拍了，酋长岩场地大，游准出现的几率又高，我也蛮喜欢去酋长岩拍游准。我们就来看这次龙洞游准的观察影片吧。现在早上5:08，要去龙洞拍缩时，现在应该已经来不及了。好，本想来拍日出的，不过日出5:29，5:13才出门，所以等一下上去应该已经来不及了。下次要4:30出门，尽量4:30以前出门才来得及。哦，都蜘蛛丝。哇，太阳出来了。哇，神经病，这么早来干嘛？那边又有人在拍日出。这边是东边，原本在对面山头的，然后听到它一直在叫，所以还是过来这里的。看起来又比较胖了。腿还蛮粗壮的啊，那不是他在叫啊，是你在叫吗？对对对，我在看你。对，这只是公鸟吧，但那只是母鸟。看不到，嘿，转了头给我。这只是公的，哇，thank you.
可以，可以。今天5:45，5:40到这边，然后两只在山壁这边叫，后来我们去凉亭那边拍了一回，公鸟飞走了，因为飞出去觅食不晓得多久，等啊，其实等他们抓完早餐回来，但算了，我想不强求啊，这种东西有拍到就好，不要贪心，回家了。我来去看一下山壁，因为在6:30那一只公鸟飞出去之后，其实是太阳大概照到它的时候，我看一下现在太阳的位置，来猜测母鸟是不是因为太阳的关系，还是因为公鸟飞出去觅食，它也跟着飞出去协助觅食。它应该是担心公鸟吧，非常让人担心的一只公鸟。目前太阳位置照过巢穴而已，还没到母鸟站的位置。还有飞出去都从这边飞上来，然后从对面看到它从这边山坳飞走，公鸟，然后母鸟的话没有看到路线。今天公鸟飞了两次，母鸟也跟着飞出去。这是所谓的二级警戒以后，三级将二级以后第二次来这边拍游隼。这影片我还是没空处理，要先处理秋长鼹的，趁着东北季风来之前，可能再多拍一拍吧。